嗨，欢迎收看《日语加油中》，我叫马宏志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新年好，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今年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这些今天已经是2022年了，所以关于是新年有关的词，我们一起学习一下。首先是非常简单的，就是跟朋友之间要那个打招呼的话，一般是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ございます的部分，其实比较熟悉的朋友的话，不需要，直接说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。然后，今年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今年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就可以了。如果朋友的话，今年もよろしく就可以。所以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。今年もよろしく。这样可能最简单的一个打招呼了。如果朋友之间的一种就是微信啊，还有一些网络上的一个信息的话，直接说 Happy New Year， 就是可以打字，然后今年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稍微就是正式一点的话，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2022年が皆様にとって明るく希望にあふれる一年となりますように、今年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这样的一种方法也可以，稍微重视一点的。大概就是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今年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的中间你喜欢的祝福的词就可以了。实际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。祝福的词之外，今年的目标也可以。比如说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今年も日本語を頑張って勉強していき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那样的方法也完全没问题了。所以就是两点是比较大的两点是，第一是当然是感谢的词，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然后第二点是你的目标或者对对方的一种感谢。还有最后是今后也请多多关照。这个三点你是加上的话一般都没问题了。好，那么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。今年也请多多关照。今年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